已经8点了，对于后加进来的那些朋友，我现在先在做那个今天晚上分享的直播，所以再稍微等1分钟，谢谢。然后与此同时，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简报，然后现在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提前先。用移动设备或者是电脑登入这个 Join My Quiz 这个网站，然后输入164939这个课程的it's like game code 这个密码，然后就可以进到这个房间，然后来看这个 slides。然后与此同时，今天用的那些简报到整个活动结束之后会做成 PDF，然后上传到伴伴学的 GitHub 上面去，链接我也会提供。所以，OK，对，今天就是在活动过程中就先看我的画面就好。我突然发现，我还需要一台平板。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没关系。只是就是我讲大概十几分钟，可能会让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前面的那些概念，然后可以一起做做题目，也不是题目了，小练习，很简单。了解，没有，因为我现在是我用我手机在看，然后我笔电太大台了。哦，这样，其实看我的这种画面也可以啊，无所谓。但是如果登录的话，就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面去看这个简报。好麻烦，我找不到那个，找不到 events 的信息。而且我今天网好卡。对，我现在已经看到两位加入者，分别是 Kai 还有大卫 Chang。这边应该也快要好了。那直播现在也已经成功的打出去了。大家，我再问一遍，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我的画面的，对吗？我把，可以的。好的好的，非常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开始吧。目前只有2位加入，我看一下今天 Zoom 的人数，9位。还有哪一位想要加入到这个就是？可以实时互动的这个平台上面来，然后这个平台叫 Quiz Quizizz，然后加入的方法呢，就是用手上的任何移动的设备或者是电脑，输入在 Chrome 在你的浏览器里面输入 Join My Quiz，然后再需要输入那个进入房间的密码的时候，输164939就好。如果没有更多的朋友要加入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再给大家最后1分钟时间。哦，我用这个平台的原因就是它可以中间插入一些题目，然后可以看大家投票的结果，所以就比较好互动。然后今天主要讲的主题就是 BLEHIB。这个 topic 呢，我也是2天前才开始学的。如果这边有很厉害的大神，如果我哪边没有就是讲得很仔细的话，欢迎过来补充。然后整个流程应该是会先讲 HID，然后再讲 BLE，然后再做一些 BLE HID 相关的
阿米巴上面的相关的 example。好，现在已经8:06了，如果没有更多要加入的朋友的话，我们就开始。等一下，我电脑有点卡。OK， 在进入今天的那个就是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其实想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个YouTube 的影片，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BLEHID 的相关的外设，或者是相关的这个protocol 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的哪一些具体的应用。我相信就是这个就是在半半学社群或者是阿米巴社群的人应该都看到过。然后这边呢主要是把阿米巴 mini 这个 device 这个设备当做鼠标和键盘使用。你看到这边就是它会自动的动鼠标，然后包括输入一些信息，这些东西都是在 Arduino 的代码里面提前写好的。然后当我们把 BLEHID 相关的代码传到板子上面之后，然后这个板子就会作为一个蓝牙的外设和你的另外一台设备，比如说Windows 的电脑或者是 Android 的手机，这两台设备就会进行信息的交互，然后这样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protocol 的进行一些数据的传输。这个视频有字幕，我就不再赘述了。视力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显示的不是特别的清楚，等一下我们会在我的电脑上重新跑一遍相关的 examples。 OK， 这边就是大家就会稍微有一点对 BLEHID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正题，然后从比较基本的理论开始来聊什么是 BLEHID。 所以今天的agenda 就是主要就是今天要讲的部分主要会分成三个大的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什么是 HID， 然后以及这个 protocol 在作为 USB HID 的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它有哪一些相关的特性然后除此之外第二个部分就是会讲什么是BLE 它的全称是 Bluetooth Low Energy。 就是BLE 中它其实有用到一些和普通的 Bluetooth 相关的profile 或者是 protocol 一些协议，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GAP 和 GATT， 因为 BLE 中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一个叫 GATT 的协议具体这两个协议他们会做什么以及他们中间那些如何作为信息交互以及 handshake 方面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也会稍微的讲一下。然后到了第三部分呢就是在阿米巴的那个 RTL8722DM mini 上面做一些 BLEHID 的就是 demo 展示。然后 BLEHID 的 device 就是阿米巴呢会在最后一个 demo 的 session 分别模拟三个不同的蓝牙外设，分别是蓝牙鼠标、蓝牙键盘以及蓝牙的游戏手柄 gamepad。然后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一张 slice。 OK， 所以这边呢就给大家看了一下什么叫做 HID， HID 它的全称叫 Human Interface Device， 用
中文来说就是人机接口设备。然后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还比较 fancy， 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它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然后用来约束一些电脑的设备如何与人进行交互。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会就四个部分来聊一下 HID， 分别是 HID 它代表的是什么，以及第二个 HID 和普通的那种以前我们所采用的一些接口协议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HID 相关的一些应用，就是我们目前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应用。以及第四点就是HID 的设备它分为哪几种种类，以及它的连接方式分为哪几种种类。然后从这边的话，因为其中 HID 中包括了 BLE Bluetooth HID 这一个种类，所以我们会马上衔接到BLE 那边去。然后这一节四个部分讲完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练习，非常简单 ，OK。所以我们就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那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 HID。哦，我这右边有放两个图片了。第一个图片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HID 的设备，刚刚有说，比如说蓝牙的键盘呐、鼠标啊，或者是游戏手柄。然后下面这张图呢，其实放的是比如像就是 PS4 或者是 Xbox 那种比较大型的游戏主机的一种和电脑之间的连接方式。这种连接的方式叫做 PS/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接头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就是和我们常见的 USB 的接头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两张图片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 HID 它是作为一个规范就是这种计算机设备如何与人进行交互的一种协议。然后它是用来代替这种之前用的 PS/2 的这种形式的 connector， 这种形式的接口。然后HID 大部分都是使用在 USB 的就是使用 USB 接口的那种设备中。然后我们这边常见的 HID 的设备就有键盘啊、鼠标啊，然后游戏手柄之类的东西。OK， 然后这边就是下一张 slides， 我们就很显而易见的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用 HID USB 这种接口来代替之前所用的 PS/2？ 所以现在就要讲到里面就是协议的区别了。在 HID 出来之前呢，其实每一种外设都会有一个自己对应的 protocol， 自己对应的协议。就比如说我的鼠标要和电脑交互的时候，它有一个自己配套的一个专门属于鼠标的协议。然后键盘要和电脑就是连接进行交互的时候，也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协议。然后 HID 的出现其实就是很好的简化了这些不同的协议，然后让他们能更方便的和你的另外一台设备，比如说电脑或者是手机进行信息的交互。所以这边显示HID 的优点就是它会简化一些作为输入端的设备的和你当前使用的就是被动接收端设备上面的一些driver 一些驱动的安装过程。以及第二个优点就是它可以让就是更多的设备可以同时兼容在同样一个操作系统或者是同样一个被连接的设备上。所以 HID 的出现就是一种为了简化各种外设和你的主机相连接的一种protocol，简单来说是这样。然后右边呢，就是一张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 Windows 设备管理器下面Human Interface Devices 的一张截图。然后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如果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话，可以去设备管理器看一下目前你电脑上面已经连接的 HID 的设备有哪一些。
方调小一点。OK， 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外设有很多种，那怎么样确保说每一种外设设备都可以和你当前使用的应用或者是软件进行兼容呢？就打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好了，就比如说这个是 Zoom 的一个界面，然后 Zoom 中间你如果点击左下角的话，它会告诉我们目前支持的摄像头或者是目前支持的speaker 有哪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往往有一些硬件设备它是先生产出来然后才会有 Zoom 或者是 Steam 这样的软件或者是这样的操作平台。然后怎么样才能确保说所有不同品牌或者是不同时间生产的这些硬体外设当连接到了我们的电脑上或者是我们的手机上的时候都能很好的和手机上目前已经运行的APP 或者电脑上目前已经可以运行的软件完美的兼容呢？所以 HID 在这个部分就起到了一个就是帮忙协调以及统整的一个作用。 OK，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道问题，就是 How to make sure that the accessory work with the apps or software。 其实这道题的答案就是如果已经加入到这个 session 中间的两位其实可以随便答一点什么，但是如果要我来回答的话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我们连接任意一个 HID 的外设的时候，它就会其实会弹出一个信息说它会与你当前的操作系统进行兼容，然后这个操作系统呢会将从这些 HID 外设中传输到电脑上的数据进行很好的interpret， 就是很好的翻译或者是 classification 以及分类，就是它就是操作系统在这背后就起到了一个帮忙转译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更就是各种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硬体外设硬体 HID 外设能很好的与我们的电脑以及手机进行交互。看一下目前好像还没有 respond， 这边就其实可以随便输一点什么就好，如果有加入到这个 quiz 这个 session 的两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张简报。然后目前呢已经在市面上支持的 HID 设备主要分为这两种，刚刚有提到刚刚前面主要是在提 USB HID， 然后 USB HID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的就是键盘鼠标以及一些网络摄像头包括甚至说就是医学上我们常用的那种就是红外的温度计以及某一些音频设备比如说麦克风或者是耳机等等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 USB 的 HID。 然后除此之外USB HID 主要都是指有线的连接，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种类就是无线的连接，就是 Bluetooth 蓝牙的 HID， 它和 USB HID 使用的协议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会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会加上能支持 Bluetooth protocol 的那个部分。然后相关的例子呢其实就有蓝牙的键盘以及蓝牙的鼠标等等。好，讲到这边的话其实 HID 部分的四点就是要入门所需要掌握的四点其实就已经讲完了。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 quizzes 中间这两位 Kai 和大伟准备好了的话，其实下面有一个 quiz， 你可以在你的设备上就是进行回答。这边的问题是 HID 的全称是什么？如果你有提交答案的话，其实会显示在
这个界面中间，然后你应该是会有一分钟的时间进行做它。如果对于操作界面不是很熟悉的话，就是当你连接到 Quizzes 之后，你的手机或者电脑页面会出现和我现在屏幕显示的差不多的内容，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输入你那边应该是会有一个输入框，只要在输入框中输入答案就好。OK， 收到两个答案 ，Human Interface Device， 然后都是对的。OK， 谢谢两位的参与者。然后我先看一下后面加进 Zoom 的人是不是可以继续加入到这个 session。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在你的浏览器中，任何设备上的浏览器中输入 joinmyquiz.com， 然后。游戏代码就是164939。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屏幕的左下方看到这个代码，以及如何加入这个平台，就可以和大伟和还有那个还有凯一起来答题。哦，谢谢黑猫。OK， 我刚刚看到 Joe 有在聊天框说话。好久没有玩8720了，对8720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它的 QC 完成了。然后我有特别问一下我的同事，就是 PowerSafe 方面8720可不可以完全的支持，然后他们说没有问题。然后8720的更新应该是会在下一版 SDK release 之后 3.1.0 之后会出来。与此同时好像我从关帅那边听说他会用8720做一个遥控小车这样的传案。对，只是听说而已，没有说他一定会做。大家敬请期待吧。关帅有出现。Hello, 关帅。OK。没事，好。好，那 HID 的部分就先告一段落。这边的话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找了一个比较详细能概括USB HID device 的视频，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边就是选这个视频的原因，因为它提到了嵌入式设备上 HID 的一些相关知识，我把字幕打开。In most cases, a USB configuration is made of a host and a device.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 of host and they can be Windows, Mac, or Linux based. In fact, the HID protocol is designed to work across all operating systems and is meant to replace interfaces such as PS2, serial and parallel ports. That way, you can address such as laptops, smartphones, tablets, SBCs, and even MCUs. In the other hand,Most common devices are mice, keyboards, touchscreens or joysticks. You can also find devices such as crypto hardware wallets, Braille keyboards, or any custom devices you can imagine. By comparison, devices such as hard drives, USB sticks, printers, scanners, MP3 players, or external CD readers are not HID devices. They belong to another USB class.Now let's get into the anatomy of a HID device. In this case, we will see what a USB HID touchscreen is made of. 这边就是会以在 Raspberry Pi 上面的 touchscreen 作为例子，然后讲一下 Raspberry Pi 是怎么样作为一个 HID 的设备和电脑进行交互，信息交互。In this picture, we have a touchscreen connected to a Raspberry Pi.We will not focus on the HDMI part as it only concerns the display. The interesting part is the USB cable, which is where the data is flowing. To understand how this works,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back of the screen. The big chip at the top is the HDMI controller, so we won't talk about it. The small chip at the bottom is a STM32 MCU and it acts as the HID controller. Okay, 这边的话，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小的 STM32 的微控处理器。它是用来进行 HID 协议交互，就是它是用来处理 HID 协议交互
处理那些信息的这个芯片。How it works is pretty simple. Whenever a user touches the capacitive panel, the position of the touch is transferred. OK, 这边这个图也很好理解。这边这个图也很好理解。当我们的手在那个 Raspberry Pi 的触屏上面进行操作的时候，它的相关的坐标位置会通过 I2C 的协议传输到刚刚说的 STM32 的微控处理器上。在这个微控处理器，就是数据传输到这边之后呢，会通过刚刚在那个图片里面，大家应该有看到有一个 USB 的连线，会通过这个 USB 的连线，通过HID 相关的协议和你的电脑进行信息交互。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嵌入的 USB HID 的例子。Through I2C to the chip.Once the data is received, it is then sent through HID to the PC, or rather the Raspberry Pi in our case. As most computers don't have a I2C interface, the MCU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panel and the host. Now let's study another case, the crypto hardware wallet. Since the boom of cryptocurrencies in 2017, crypto wallets have been all over the place.The most popular one has been the Ledger Nano S, which happens to be a HID device. Let's actually break it down. As you can see, the Ledger Nano S is made of. 然后这是一个加密货币的叫 Ledger 的加密货币的就是所用的芯片内部的一些构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同样有一个 USB 的接口，以及ST31H320 这一颗芯片，还有 STM32F042K， OK， 这个绿色的芯片被字幕挡住了。Multiple components. 这个黄色的。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is the STM32, which handles the HID communication. Let's simplify this picture a little bit. In this schematics, multiple components interact with the MCU throughout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Data. 然后。这边也是显示，虽然在开发板上它会有不同的，比如说 GPIO、SPI， 还有 ISO 7816这种信息交互的协议，但是当所有的信息统整到这颗MCU 芯片中之后，它通过 USB 和电脑和那个 PC 之间的信息传输，同样还是走的 HID 这个协议。Are traveling in both directions between the host and the device.For instance, the display is driven by USB reports that are then converted by the MCU to SPI data. In the other hand, button states are sent to the MCU then converted to USB reports. Therefore, a USB device is just a combination of a MCU and a sensor or actuator. Now let's move on the very important section of HID device. 这个视频就到这边，后面的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自己下去看。所有的视频链接，所有我需要用到的网页，都放到了这个简报的最后一章里面。好 ，HID 的部分大家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在那个聊天窗口 Zoom 的聊天窗口进行提问。然后我刚刚看到俊是说跟着上车，哦，我看到新加入了一位。OK， 是啾啾令，啾来了 ，OK， 好，再问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 BLE 的部分。BLE 就是全称 Bluetooth Low Energy 超低功耗蓝牙。然后在 BLE 的部分呢，主要会讲，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LE 以及 BLE 的一些设备有什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 Bluetooth 中间有很多很难很恶心的一些术语啊，而且它的协议也非常的多，所以就会先强调哪一些术语是我们在学习 BLE 的时候需要去了解的。然后到了第三部分呢，就会详细的讲一下两个协议，分别是 GAP 以及 GATT。好，现在先问一下。我们的那个 Zoom 里面有没有人知道 GAP 和或者是 GATT 的全称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如果有的话，可以打在聊天窗口。
或者说如果有知道那个 GAP 或者 GATT 以及 BLE 相关的协议的人可以先举个手，因为我想看看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属于没有什么基础的人。OK， 好，那我们就继续。GAP gap， 嗯，衣服 ，OK， 谢谢 Joe。好，然后首先也是先看一下 BLE 的定义 ，BLE 和 Bluetooth 传统蓝牙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右边这张图是从 Wikipedia 是从维基百科上面啊、就是摘录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这张图其实很简洁明了。传统蓝牙我们使用的设备一般都是比较包皮比较大一点，比如说汽车车载的一些移动设备，然后耳机，因为音乐的传输需要就是如果要确保音乐传输它能实时而且准确性非常高的话，还是要使用 Bluetooth 而非Bluetooth Low Energy 而非这个省电的蓝牙。然后还有 Printer 打印机以及蓝牙耳机这些。然后我们可以知道传统蓝牙它应用在信息传输比较多的一些设备上，比如说它对资讯啊、影音啊以及音讯的数据要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会使用传统。但反之呢，到了一些比较小型的设备上，比如说车钥匙然后或者是这种开关以及蓝牙键盘或者是一些移动的穿戴设备，到了这些小型的设备不需要用太多的电，而且对于信息传输没有特别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使用 BLE。 好， BLE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省电嘛。然后这边有总结到，他说是 sensor devices sending small bits of data using very little energy， 就是说当我们使用的是一些传感器上面使用传感器的那种迷你型的设备，而且信息传输是就是位元素很少的信息在传输数据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设备本身使用的那个能耗非常低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使用 BLE protocol 作为它的蓝牙的信息传输的一个部分。 OK， 然后这两个对比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蓝牙模式下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就是需要有来有回的，就需要有一个 handshake 握手的过程，就是他们要匹配了之后才可以确保信息传输的正确性。但是到了 BLE 的过程，它其实pairing 就是匹配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并不是强制要求的，它是一个 optional。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其实这边很多信息都是从那个 Wikipedia 以及Adafruit 的网站上面截取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 ，BLE 它其实又可以叫做 Bluetooth Smart，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 logo 在这边，但是这个名字其实没有被那个 SIG 这个部门 ，SIG 是什么？就是Bluetooth SIG 是一个专门统整蓝牙协议的一个组织，就是这个名字最后没有被他们认可，所以我们还是叫做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 然后 BLE 呢，它是一个无线传输的协议，然后它使用的那些它适用的设备其实常常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比较移动端的设备 Mobile Devices。 然后下一个就是 BLE Connection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GATT， 然后这边就是第一次出现 GATT 这个 term， 所以这个专有名词我们等一下会讲它到底是什么。然后这边有下划线 highlight， 就是强调它，就是因为它出现的频率很高，
然后其实 BLE 和 GATT 就是息息相关的。然后 GATT 它是一个 Bluetooth Regulation， 其实更准确一点来说它是一个 Profile， 它是一个所谓叫协议的东西。然后它是用来约束什么的呢？它是用来约束和规范在移动设备上面。打错字了，哪里啊？ T 叉 T 叉。Oh, OK sorry T 叉 R 叉。 OK 谢谢。它是谢谢 Joe， 它是用来规范transmit 和 receive 数据量比较少的信息或者是 attributes。 然后 attributes 这边也是一个在Bluetooth 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实 GATT 中的 ATT 代表的就是 attributes 前面的这三位，我们目前可以把 attributes 属性当做小型的 small data payloads， 所以这边我有让他们画等号。所以就是那些比较小的数据包呢，我们就可以现在把它叫成 attributes， 然后传输这些小的数据包专用的协议我们叫做 GATT。 G 这边其实代表的是 generic 通用的，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看它的全称。好，这一张简报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去下一页。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专有名词以及概念，然后也是我们后面几张简报会具体讲到的部分。首先there are two major concepts to know about are two modes of BLE devices， 就是 BLE 的一些设备主要是分成了两种模式，分别是 broadcasting mode 就是广播模式和 connected device mode， 就是要需要配对连接之后才可以进行信息交互的模式。然后broadcasting mode 中经常使用的协议是 GAP， 就是大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的 term 突然就出来了。 OK， 这边提到 GAP 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在实行 GATT 的协议之前我们需要先进行一步 GAP， 所以为什么这边会有 GAP 和 GATT 两个 term 两个专有名词。然后我们这边要知道的是在广播模式下常用的协议就是 Generic Access Profile 一般访问协议 GAP， 但是在就是需要 handshake 需要匹配然后才可以连接，就是两个设备才可以进行交互的这种模式下，我们大部分情况使用的是 GATT 的这个协议 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就是普通的属性协议。普通的可能是指这边这个词的意思可能就是只说这两种 GAP 或者是 GATT 它是适用于就是很广泛的大部分情况。然后 attribute 这边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它代表的是 small data payload， 就是比较小的数据包。然后 profile 的话就是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 protocol， 对，就是一些协议的意思。然后讲完了两种 BLE 的连接模式以及他们专用的协议之后，我们下面还要再看一些属于 GAP 和 GATT 的专有名词。首先第一个属于 GAP 的呢叫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 broadcasting， broadcasting 的意思就是广播， advertising 其实也是相当于是广播的意思，它就是像打广告，它会不断的往外面发出信息。 OK， 然后 GATT 中我们需要就是会比较常见的词呢就是会有一个叫 profile，然后 service 和 characteristic， 这三个东西其实是放在一起讲的，等一下会有一张图很明显的来告诉大家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层包一层，就是像那个韦恩图VN chart， profile 是最外面那一层，然后其中再包括的 service， service 呢是OK 等一下再细说好了。然后就是一个 service 中间呢又会有很多不同的 characteristic， 所以就是 service 中间又包括了很多的 characteristic。 然后最后一个是 packet， packet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packet 其实就等于 small data payload 小型数据包等于 attribute，
OK， 到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先过一下我们等一下会经常看到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及它的概念。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看一下聊天窗口，钱包笔。那我们就看下一张。其实可以忽略旁边的字了，但是有兴趣要读的话也可以读。这边的话就是这张图是从 Adafruit 讲 BLE 的那个网页上面截取下来的。然后截取它的原因就是它比较直观的向我们表达了两种传输模式的区别。首先刚刚讲了在 BLE 中第一种传输模式就是打广告嘛， Advertising Mode 叫 Broadcasting， 它是不断的在往外面扩散信息，不断的往外面在发消息。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一直在往外面发消息的这一端叫做 peripheral 就是外围设备，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broadcaster，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因为它是在不断的向外面发消息的那一方。然后与之相对的呢，接收端就叫做 central 就是跟 peripheral 对应的。然后它其实也可以被当成 observer， 就是它在不断的等待以及在留意说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区间内有没有 broadcaster 的消息传到我这边来，它是一个处于不断在接收的一个状态。然后与这个智能灯泡相对应的还有温度计啊，或者是一些外设，一些 sensor， 一些传感器。OK，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其实在 advertising mode 的时候，外围设备它是比较吵的那一个，它会一直往外面再发消息。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通过一个时序图来看一下这个发消息的就是两者 peripheral 和 central 外围设备和中心设备它们进行交互的一个过程。然后同时这边的 term 也要记一下，因为在不同的模式下，比如说现在是 advertising mode， 然后它使用的协议是 GAP， 在 GAP 模式下它的信息传输端和接收端分别叫做 peripheral 和 central， 但是在另外的模式下，另外的协议中它就不是那个名字了，它会换名字。 OK， 然后具体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信息，就是它会把自己的 ID发出去 LED blue， 然后后面接了一个特殊的编号，以及他要发送的信息 I'm available for connection， 就是他目前的一个状态，以及他可以提供的服务 These are my available services and connection specs。 他会不断的在一个 data payload 中间把所有的信息都发出去，然后一旦有 central device， 一旦有中心设备或 observer 能够接收到他的信息的话，他们两个就会握手，然后做一个连接。简单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反观 GATT mode 呢，这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会有 attribute 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mode， 它主要是在一个需要两个设备进行匹配，进行就是 connection 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一个 profile。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信息就是出发端其实是 client， 因为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发消息的其实是 client， 就是我们的手机，它会说 let's connect。 当 server side 就是当这个真正会有信息传输到那个 client 这边的这个 device 这个设备上，接收到 let's connect 这个信息之后，它会就是会回一个 acknowledgement， 会认可它，然后说 connection made， 就是已经建立 连接了。在client 在 client 端，如果我收到 connection made 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会继续 reply 一个 read write command data packet turn orange， 就是
会发出一个指令告诉我们的 server 端它需要做一些什么，会把一个 RGB 的一个 code 发给它，告诉它你现在应该发出什么颜色的光。当它收到这个指令之后呢，同时也会在return 回来一个说 OK 我收到你的信息，并且我把自己就是把 RGB 设置成了你传给我的那个数值，所以它会说 OK在这个 data packet 在这个数据包里面这个 attribute 里面我会包一个信息叫做 OK I turn orange， 就是我已经做完你要我做的事情。这边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GAP 和 GATE 的区别，然后刚刚有说到 peripheral central 和 server client 这些比较 常用的专有名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进下一张 slides。 不好意思我提一下，好， GAP 里面定义 peripheral 跟 broadcast 是不同的角色，为什么你会用括号括起来？然后Broadcast 跟 Observer 这边的确是在没有连线的状况下，但是如果是 Peripheral 跟 Central 的话其实是有建立连线的咯。其实你可以不用看括号内的内容，就是 Broadcaster 和 Observer 它其实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所起的名字，而且这个图刚有说是从那个 Adafruit 那边拉过来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比较好理解。它其实真正的名字是 peripheral 和 central， 然后他们中间是会建立联系。spec 上四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是两个。OK， 这个你可以看 spec。因为我看的资料上面，它只有讲重点讲 peripheral 和 central， 并没有说 broadcaster 和 observer， 所以我以为它是比较，就是简单的又起了一个名字。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再去好好做一下 research， 看一下 broadcaster 和 observer 分别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 GAP 里面。先谢谢陈武给的这个补充。 OK， 那请问大家还有别的需要补充的地方吗？或者是需要提问的部分？讨论 spec 尽量用原汁原字哦。如果要用原汁原字的话，我们就得去看那个 Bluetooth 它的SIG， 它专门的那个定它这个 Bluetooth 协议的小组，去它的官网上看它的信息。对，有可能因为这个图也是别的厂商做的，所以就在定义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就是界限画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先进下一张 slide。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在我研究的那份资料里面，它的 GAP device roles， 只是着重强调了两个，分别是 peripheral 和 central， 所以其实就是对应刚刚那个图里面的灯泡还有手机，这个是那个发出信息端就是那个灯泡，然后收集端就是那个手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然后 peripheral 作为一个 GAP 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角色 OK， 就是它在 GAP 连接中，它这个设备呢，它主要的特性就是它是一个 low power device， 它是一个能耗需要的能耗非常少的一个设备，然后它会不断的往外面做的事情就是 broadcast advertisements，他会不断的发一些带有自己 ID 以及他的状态以及他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一个设备。对，好，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属于外围设备的那些 devices 有什么呢？这边可以看到有 heart rate monitor， 就是智能手表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只是在监测心率的那种心率的手环，以及智能手表，或者是对 fitness tracker， 其实他们是差不多，就是现在看来这三个东西是差不多是一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iBeacon， iBeacon 其实
和 IP 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往外面发信息的一个小的设备，当你走入到它的蓝牙的信息发射范围内，你如果手机上面有开，就是有在 listen 这一个 device 的话，它就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收到 iBeacon 发送的信息。 iBeacon 呢主要也是用在商家，或者是其实最常用的应该是某些密室逃生的那种游戏场所，当你走到某一个关卡之后，它会给你的手机推送一些讯息说这个关卡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是当你走到一个商场里面，你在某一个商店的门口，如果这个商店本身有装 iBeacon 然后有发广告的话，你可能从这个商店旁边经过，你的手机就会收到他们的信息。然后与此对应的呢是 Central 中心设备，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刚刚那张图片里面的手机了，就是信息接收端。这边定义它呢就是说 The host computer observes advertisement being broadcast by the peripherals， 它的作用就是接收这些外围设备发送出来的信息。This is often a mobile device such as a phone, tablet, desktop or laptop。 然后这些设备就是常见的 central 设备，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就是功能性来说比较强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你的手机啊，或者平板电脑，或者是桌机笔电等等。然后这边主要就是看这张图啦，但是会先过一下前面的内容。在 GAP 的这个 profile 这个 protocol 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term， 就是 advertising， 也是 peripheral 设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往外面广播。我们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出来，其实外围设备是在每一个时间段内都会向外面广播一段信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四个时间段内我们都会有一个叫 advertising data 的过程，这就是我就是刚刚提到的，无论是什么智能手表还是 iBeacon， 它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它会自己定义一个叫 advertising interval， 这是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会发送一次信息。然后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任何 central device 的回复的信息的话，我们就会 time out 之后就会再重新发送一次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连接它，就会不断再重新发，直到有另外一个设备，另外一个 central device 连接到它为止。 OK， 然后其实目前在这两个过程中，只有 advertising data payload 这个过程，就是发送信息这个过程是必须的。然后 scan response request 也是 scan response data payload， 就是从 central 端回复这个过程它是 optional，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可能会有设备连接，有可能不会有设备连接，所以这个是 necessary 和 optional。 然后 packet size， 它每次能传输的信息的 size 是 31 byte。然后从这个时序图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有 central device 检测到有 advertising data 输送到它这一端之后，它会马上 ACK， 就是马上回复一个 scan response request 这样一个 data payload 回到 peripheral 这一端。然后当 peripheral 也收到了central 这边的确认信息之后呢，它就会 scan respond data， 它就会再跟 central 端握手一次，所以它整个流程是这样。而且也只有在 advertising interval， 只有在建立连接的这个过程中，它的 advertising interval 会变得很长，然后除此之外都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这边要讲的就是一个broadcast topology， 这个广播的拓扑的结构。然后大部分情况下呢，外设都是通过广播自己来让这个 central device， 来让这个中心设备来发现自己并建立 GAT， 就是来建立连接。
然后我们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其实 peripheral 就是不断的在往外面发信息，而且它可以同时连接到很多个 central device。对。然后，就是这边再总结一下，如果下一步我们要做专门属于 BLE 的 GATT 的 protocol 的话，这样第一步 GAP 的 broadcast 连接是必须的。这应该就是 GAP 部分的最后一张简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哦，现在有四位参赛者 ，OK， 还有黑猫。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计分啊？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输入分值，所以大家只是随便参与，就是做一下题目玩一玩就好。这四位手机上应该有推送到题目，这是个多卷题。问的问题是 GAP 报中 P 的常见的设备卷，然后我们有五个选项，是 Masters、Referral Space 和 Client， 然后它是个多选题，因为它有两端，设备有两端，所以就是会有两个选项。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还剩将近三十。都已经出来完毕，有五位啊，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其实这个题也很简单嘛，刚刚有讲到就是 peripheral 还有 central。 哎，为什么黑猫有分呢？奇怪。OK， 大家都是回答正确，但是好像有一位他是漏选了一个选项。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五位参赛者分别是谁。哦，黑猫有两个 device。哎，难道因为这样所以你有分吗？很奇怪。OK， 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聊天窗口。刚刚 Joe 有说讨论 specs 的时候尽量用原汁原字， OK， 下一次会注意尽量引用他原来的那个网站上的资讯。然后是啦，原始的用词啦。嗯，对。好，然后他说 Adafruit 网站本身是 Maker 学习用的，没有太严谨。对，嗯，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的用词会比较的在地化，就是能让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如果是去看那种原始的paper 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好理解。OK， 然后东娟处，哦，今天东娟也有来，今天有 quiz， 这个 quiz 其实就是随堂小练习，没有再积分的那种。就是只是看一下大家的参与度而已。Quiz 的话，就是像上一次 MicroPython Game 那种 Quiz 的话，会在整个 BLE 活动结束之后来一场比较大型的，可能这回就不是实体了。对。然后黑猫说手机掉线，多创你的资讯，专用字不应该硬翻。嗯，好，谢谢。专用字如果不硬翻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时候直接用英文了。我就应该不会把自己翻译的那一些词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可能翻译成中文的话，对其他人，对大部分人会比较好理解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找不到入口，后来红旗帮忙才进来。OK， 下一次我可能再去关注一下那个 Facebook 那边，可能那个直播没有转出去，导致很多人不知道入口。好，如果现在聊天窗口好像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三个，就是属于 BLE 的第三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新的 protocol 叫 GATT。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在提 GATT 之前要先提到 GAP， 这边就可以来讲
他们两个的显著的区别是什么。首先 GATT 它的连接是一个独占的，也就是说一个 BLE 的外设它同时只能连接一个中心设备，当这两个设备建立连接之后呢，那个在不断广播的那一端它就会马上停止广播，这样的话这个设备本身对其他的外设是不可见的。所以只有当这个设备没有任何连接，当它断开所有连接之后，其他的设备才有办法，就是 我刚刚可能没有用 client 或 server 这样的词，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它的接收端才有办法去检测到这个设备。所以在进行 GATT 的连线之前，我们会先使用 GAP， 因为 GAP 它主要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是一对多的，它是一个不断往外扩散的 broadcasting 的一个这样的 protocol。 然后现在上面的字有点多，我们还是从下面看。这边也是在讲说GATT 中有两个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transmitter 和 receiver， 只是它现在换了名字叫 client 和 server。 刚刚那道题目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讲了在 GAP 这个协议中我们使用的 transmitter 和 receiver 它的名字分别是 peripheral 和 central device， 但是到了 GATT 中它就变成了 server 和 client。 好，然后先从右边这个图片看，虽然有点小，但是可以看到左边呢这个是 client， 就是客户端，然后右边是 server， 是服务器。它只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其实就是 transmitter 和 receiver。 然后为什么 client 会当成 transmitter 呢？因为这个客户端呢它是首先发 request， 就是发这个 request data payload 出去的这一位。OK， 黑猫说他要先离开，没有关系啊，谢谢你参与，对。OK， 拜拜黑猫。OK， 我继续。client 这一端的话，他会主动的发 request data 出去，然后到了 server 这边，如果他收到了的话，他会把 data 作为一个 attribute， 因为我们这边在谈的是 GATT， 就是 attribute， 他会把这些attribute 这些黄色 data 你就把它当成 attribute 就好，会 response 回给 client。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建立连接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左边这个图呢就是比较详细的来描述这个连接这个 handshake 的具体过程，同样也是central GATT client。 OK， 我们这边就不把它的名词混用了，我们就叫它 client。 client 是作为主要发送信息的这一段，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又会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词汇定义在一起。其实我也是在做那个做 background research 的时候也是很头大，因为这个 client 它是可以当成 master 的，它是作为一个主要发送信息的那一段，所以它是会先发信息给 server， 然后 server 呢它是 slave 端，也就是说它是被动接收信息的这一端，它在这个 connection interval， 在这个连接中断的这个时间之内，如果收到了信息它就会 send response 回来给这个 client。 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主次，就是 client 发信息给 server， client 是主，然后 server 是从。好，这边就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人特别会被人误会的那个 terms。如果没有了的话，我们就回来看一下它仔细的定义。首先我们先来看 client 端好了，因为它是 master， 它是主要发信息的那一端。在 in connected mode， a device may also take on a new role as client that can send requests to one or more than one server available services to send and receive data packets。 就是client 呢它会同时给一个或多个 server 端发送信息，然后看它有没有就是 services， 因为 server 它是提供 services 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能回给我们的信息用另外一个 term 叫 services， 叫服务来代替。我知道这边
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恼人啦，有点 annoying。 OK， 这个服务呢就是会从 server 端发送回给客户端， 发送回给 client。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接收端，它又叫 server， 然后它又是个 slave。In connected mode, the device may take a new role as a server, providing a service available to client. 就是在刚刚有说啊 ，GATT 它是运用在一个叫 connection mode 的Bluetooth mode 里面 ，BLE mode 里面。然后，它主要的就是功能呢，就是会 providing service 提供服务。然后让 client 来接收它。It can now send and receive data packets as required by the client device to which it now has a connection, for example, the smartwatch. 所以呢，作为 server 端，它其实是可以发送以及接收 data package。我们刚刚有说这个 data package 又叫做 attribute， 又叫做属性。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attribute 里面又包含了什么东西。哦，好好好，这边没有人说明这里应该可以带入范例设备讲会比较好讲。对，我也觉得专门来讲定义的话很容易把我自己也给讲糊涂。我们来看看图吧，我们先来看看图，因为图会比较好理解，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些数据它具体说明什么。我们先从 summary 这一章来讲，就是总结来说呢，我们 send 出来的 attribute 它会成一个这样的形式。首先它会有很多层包在一起，第一层是 profile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它了，因为避免和我们 GAP 以及 GATT 的那个名字中间的 profile 造成混淆，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大的数据包好了。然后在这个大的数据包里面呢，它会进行第二层的分类，就是 service。 然后我们刚刚有说 service 是从 server 端提供的，就是这个服务呢是服务器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它发送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会回给 client， 会回给我们的那个客户端，就是那个 master 端，就是比较主要接收信息的那一端。然后这个 service 本身就 OK， 先说 service 它会包含很多种不一样的 service， 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个右边这个具体的事例来说。然后在这个 service 里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就是 characteristic 某一些特征，然后一个 service 中间可能会包含一个或多个特征，一个 profile 里面呢可能会包含一个或多个 service， 然后通过这样的图来理解的话就会比较好懂。我们如果用那个智能手表为例吧，智能手表中如果有检测心率的部分呢，它的信息传输就会包裹在一个叫 heart rate profile 里面，心率的一个信息包。然后这个 profile 里面它会包含什么 service 呢？比如说它会包含心率相关的数据，就是 heart rate service，或者是 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就是这个智能手表它本身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这个 device 这个设备它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它的什么呢，它的某一些 hardware ID 啊，或者是 MAC address 之类的，如果它可以联网的话。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attery service， 就是它的电量。然后在这个 Heart Rate Profile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了三个完全没有什么交集的 service 服务，然后在每一个服务中间其实可以细分成很多个特征 characteristic。 比如说在 Heart Rate Service 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细分成 Heart Rate Measurement Service Heart Rate Measurement Characteristic 以及 Body Sensor Location Characteristic， 就是说根据它的 sensor 提供的数据的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再把它细分为一个一个的 characteristic。
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张图片就能很好的理解说 GATT 它的 ATT 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好，那这边就其实不需要再讲很仔细了，我们就大概过一下。首先 GATT 的专有名词第一个是 service， 我们知道 service 是server 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务，以及它就是一种信息的类型嘛。然后这边说它的 service 也可以分成不同，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分成不同的几大类，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battery service、 heart rate service。 然后在这个 service 下方我们可以继续分类成 characteristic， 就是它的这个属于这个 service 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在 heart rate 中间我们有 heart rate measurement 和 body sensor location。然后下一张 characteristic 刚刚有提到它是属于 service 中间的一个属性。我们这边再换一个例子好，我们先来讲一讲 characteristic 它的定义是什么。 A characteristic is a container for the value or attribute of a piece of data along with only associated metadata，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特有的数据，我们这边无论看到什么数值啊或者是属性啊，我们都会把它当成一个特有的不可被替代的一个单独的数据来看。然后呢这个 characteristic 它一般都会有一些 human readable name， 比如说 temperature， 比如说BPS 就是 beats per seconds， 或者 BPM beats per minute， 这些人可以看得懂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一个最小单元的数据，它是不可以被替换的。然后 characteristic 还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它必须可读可写，就是 both readable and writable。 好，然后最后一点这边有说 characteristic have a universal unique identifier， 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征它都会有一个专门属于它的 UUID， 然后这个 UUID 可以是16个 bits 或者是128个 bits 的 ID， 然后这个16个 bit 或者128个 bit 的 ID 是用来在一个 attribute table， 在一个那个属性表里面进行相应的 service 和 characteristic 的查找，就是它会用这个 ID 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帮忙做检索和搜索的东西，然后在一张列好的 characteristic service profile 的一张大的表里面去找它对应的一些数据。然后还剩下两个 term， 分别是 packet 和 profile。 然后先讲 profile 就是它是一个大的数据包，它 is a predefined collection of services， 它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 service BLE device can provide， 就是包含了一个蓝牙低功耗的外设中设备中可以提供的不同种类的 services， 就叫做一个 profile。 然后 packet 呢就是 data transmitted by a device， 就是说在 profile 上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data payload， 也就是 packet 数据包。 BLE device and host computers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in small bursts called packets， 这边有说了BLE 的设备在和主机，就是我们电脑或者是手机进行信息传输时所使用的信息单位就叫做 packets。 好，到这边的话我们就又回到刚刚的这张图了。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有个比较好的理解，我们在这张图这边再停留一下。然后下一张 slide 呢就是也是跟之前讲 GAP 的时候一样，讲的是 GATT 的一个 topology， sorry it's not broadcast topology， 它不是 broadcast topology， 它是一个 connection topology。 就是连接，就是讲它的那个信息连接的一个拓扑图。然后这边也很
也能很清楚的看出来，我们这个中间是，其实这个图也不是很好，这是 central device， 然后我们是把它当成 client， 然后这是它的外围设备 peripheral device， 把它当成 server， 然后它的一个外设只能连接一个中心设备，但是一个中心设备却可以同时连接很多个不同的外设，这就是GATT 和 GAP 的区别。好，如果大家对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到第三个小的 QA， 和 QA quiz， 小的测验。这边呢是个单选题，然后提供的这个图呢是属于，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属于一个协议的 handshake。 首先问的是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有，然后这是个单选题，这道题结束之后我们会一个选项一个选项的来分析。还剩最后十秒，四、三、二、一。我们好，先来 review 一下结果。OK，Joe 和这位没有写名字的答对了，虽然不知道这位是谁。那我们这边就是先定一下。在这个平台 Quizzes 上面，我们最好和 Zoom 上面保持命名一致，不然，不太好知道您是谁。OK， 我们回来看选项，然后这题的选项其实是 A 了，就是 GAP 广播的这个过程。首先这张图呢，它提供的是 GAP 的一个 handshake， 就是信息传输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因为是某一端在不断的往外面 advertising data，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广播模式 broadcasting mode。 然后 broadcasting mode 呢，我们会使用的就是 GAP、generic access perform。 好，这个就是一个信息的回顾。当我们知道这个是属于 GAP 的 protocol 之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它的 advertising intervals。 就是我们知道第一个选项和第二个选项其实都是在聊它的 advertising intervals。 首先第一个选项，它说 GAP 的广播工作流程中广播时间越长就越省电，然后 B 选项说 GAP 广播工作流程中广播时间间隔的越长就越容易被扫描到。其实这两点就是在讲的过程中故意没有提到了。然后其实 A 是对的，就是说它这个 interval 留的时间越长的话，就说明它会经历越长的时间才被启用，往外面发送一次信息，所以对于 peripheral 这一端来说是省电的。但它的缺点就是当我的时间设置太长了以后，就很难说它能被一个 central device 检测到并且给它回一个 scan response。 所以也就是说在 GAP 的广播的这个advertising interval 中间，如果我把这个时间 预留的越长，它就其实越不容易被扫描到。所以就是一个对于 peripheral 的一个怎么说悖论吧。对，所以你在设置一个 advertising interval 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然后下一个 GATT 连接之前不需要经过 GAP 协议，然后这个是其实是反复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先讲 GAP 再讲 GATT，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先需要 GAP 的一个连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 GATT 的一个 connection mode 的信息传输。然后最后一个 BLE 外设同时能连接多个中心设备，但是一个中心设备同时也能连接多个外设。从刚刚最后一个图那边其实可以看出来，当一
就是一个中心设备呢，它其实是可以连接多个外设的，这就是刚刚那个选项的后半句是对，但是一个外设它同时只能连接一个 central device， 所以这就是 GATT 的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但是如果我的一个 peripheral 要同时连接两个 central device 的话，就必须是，让我想一下，就是它要先连续另外一个 central device， 然后再连续一个 peripheral device， 再通过那个 central device 连接到另外一个 peripheral device， 然后以造成那种可以多个 device 之间互通的一个信息传输。然后这一题的话，对，有两位答对，其实还蛮不错的，50%的正确率。OK， 然后最后一张 slide 其实没有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些信息都是去哪里找。然后下一次在准备这种简报之前，我会尽量再去找一些更加官方的网站上的提供的无论是 paper 也好，还是信息也好。然后在那个专有名词的方面的话，就尽量引用的是原著中的内容，然后就不加上翻译了。OK， 到了这张 slides 的话，目前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已经，看一下，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Okay, 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两个部分，所以还剩最后一个 BLE HID example demo。我们就从，就是这两个 example 我也是昨天才玩，我们就从 mouse 开始吧。我先看给大家看一下用的 SDK 是，应该是个 test 版本，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正在 download 一些信息，去搜一下 RPL。我现在使用的 3.1.1 的 T04， 所以到这个 QC 结束之后，正式的 3.1.1 就会出了，所以我现在使用的是一个 test version。然后我们来找一下它的 mouse 和 keyboard 的示例都在哪里。我在下载安装了这版 SDK 之后，可以在 Amoeba BLE 里面找到不仅它之前有支持的一些BLE Config Wi-Fi 或者是 BLE Battery 之类的其他的 service。 除此之外有三个新加的示例，就是 Gamepad, Keyboard 和 Mouse。 我们从 Mouse 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BLE HID 它是不断的发信息的嘛，所以我们在 setup 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会不断的有 ADD 这个就是往我们要 broadcast 的信息中间加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设备的名字设定为 Amoeba BLE HID， 然后它的 appearance 呢，它会作为一个 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被我们的Master Device 检测到。今天的 demo 应该是会用电脑了，因为虽然这些示例在安卓上面也可以跑，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分享我的安卓画面给你们。OK，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HID Service UUID 这个独特的16 bits 或者是128个 bit 的那个特定的 ID， 用来在 Attribute Table 里面寻找信息。然后当这些需要传输的信息全部都已经 init 好了之后，就是对于 BLE 的一些 setup， 我们就会把它存到一个叫 ADV data 里面，就是往外面发的一些广播的信息。然后我们再来看对于 BLE 的一些 initialization。可能这边就要去看 API 每一个内容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不过没关系，我先跑一下这个示例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从 loop 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它要操作的事情就是对于鼠标的一个，就是滑鼠的一个操作，分别是什么 click, right click, left click，
然后再是一个 mouse move。因为现在我的RT182DM mini 是连着电脑在的，所以我就直接 upload。与此同时，我就去把我的蓝牙的 Bluetooth Manager 打开，然后可以看到说目前已经 detect 到 Amoeba BLE HID， 这个是我连接之前它 detect 到的，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之前，就是已经在电脑中被记住的这个 device 把它 remove 掉，做一个比较 clear 的环境。目前就是没有任何 Amoeba 相关的设备。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Arduino 这边，可能是因为我在跑 Zoom， 所以今天格外的慢。对，现在就是这个 BLE 的程式烧进去了，所以它按理说做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 device 的信息给设定好了之后 broadcast 出来，然后当我按下 reset 按钮之后，它就会开始 broadcast。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启电脑端的 Bluetooth add Bluetooth or other device 这个扫描的功能，来看能不能匹配到对应的 Amoeba device。所以还剩最后一点，让它继续 upload。OK， 然后我们把 Serial Monitor 打开，然后按下 Reset 键。目前它告诉我们的 Bluetooth address 是这样一个 MAC address。然后到了下一步就是 GAP 的 Advertising， 就是开始广播。然后开始广播的话，我的接收端就可以开始，与此同时开始 detect 有没有可以连接的设备。好，然后我这边点击连接之后，其实就是它会 detect 到一个 BT connector， 然后 BT connector 之后它做的事情就是 GAP advertising stopped because of connection created。又按了一下 reset 键，因为我觉得这个程式好像没有烧录进。这个 device 可能连接的那个顺序会影响到它这个程式有没有办法烧录进来。OK， 我按下 reset 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mouse 在自己一个就是固定的顺序在画 square， 画一个正方形。然后同时 log 这边会 我动了我的鼠标，同时 log 这边会告诉我们说目前的状态是正在移动鼠标，但是如果把鼠标从我先把我的板子拔下来，不然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鼠标。我们可能去一个网页看的话会比较明显，随便看一个网页。现在重新把我的板子连到电脑上。Okay， 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它在move mouse 的过程中还会进行 right click 和 left click。再把我的开发板拔下来，不
不然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变量。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example 的话大概就是会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同时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 BLEHID 的 keyboard。也就是说目前在这个 example 过程中，它其实是把这个开发板当成了一个 mouse 的 device， 所以它要提供的信息就是left click right click， 然后 scroll up scroll down， 以及它的点的那个坐标分别是什么，然后这些具体的信息就是有提供在 loop 的这一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 API， 比如说 mouse move， 然后 mouse press， mouse release， 以及 mouse scroll， 刚刚提到的 那些部分。然后下一个 BLEHID keyboard。然后同样的也是先看一下代码，先 upload 好了。我把这边的示例上传到开发板里面去。OK， 首先在 setup 的部分应该是和刚刚的 HID mouse 做的是差不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要广播的信息拉出来，然后对 BLE。对于这个板子的 BLE 功能进行一个 initialization， 同样也是要把和刚刚差不多的 HID 以及它的 UUID 这些信息给setup 好，给配置好。然后在 loop 的部分呢，其实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对 keyboard， 就是把它当成 keys， 把这个开发板本身当成一个键盘。然后我们知道键盘上面有不同的按键，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 API 来控制它，然后控制它输入什么信息的 API 叫 key sequence。在实行 key sequence 之前，我们先要把所有的按键全部都让它 release， 处于一个没有被 press 的状态。然后就是在 init 它了，然后 init 完了之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 sequence。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另外一个 API 叫 key press， 然后 HID key backspace 这一步的过程就是，在按住那个删除键，然后两秒钟，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key release all， 也就是把所有的按键全部都 release， 让它处于一个没有被控制的状态。好，现在代码已经烧录完成。OK， 刚刚忘了提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这边会有 pin mode control，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pin 来控制那个这个 BLE 过程是开还是关。如果是开的话，我们会拉高这个 pin 8；如果是关的话，关掉 BLE 的话，我们把它拉去 ground 就好，就或者是把它从3.3伏上面拉下来就可以。OK， 我们现在看一下 serial monitor， 我按下 reset button。因为刚刚我的 device 已经有连接到我的电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随便在一个输入栏把我的光标放上去的话，它会不断的输入 Hello World， 然后再删除它，也就是左边代码的第40行所显示的。现在让它的功能停下，不然它会把这个代码删掉。OK， 最后一个呢就是当成第三种 device， 我们所说的 sorry 不是 keyboard， gamepad。
游戏的手柄。然后如果是操作，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错了。如果是操纵游戏手柄的话，也是一样先上路程式吗？ OK， setup 的部分就不用再多说了。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写 BLE 的这位工程师他提供的一个 note。这边可以看出来，他在这个 gamepad 这个示例中，其实模拟的是几个按键。OK， 它模拟的是 8 direction head switch， 然后六个analog axis 以及16个 button， 就它模拟的是游戏的摇杆控制上面的这些功能，八个不同的方向，六轴。以及16个不同的按钮。如果我们想做这个测试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网页叫 Gamepad Tester 上面做测试，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数据区间之内会有数值的变化。我看一下现在这个程式码有没有操作完。然后另外一种测试的方法就是到我们的控制面板中间找到 device and printer 设备和打印机，然后找到阿米巴之后，因为它是一个 HID 的 device， 我们可以，然后它目前被声明成了一个 gamepad， 所以它是可以有 game controller setting 的。我们右击它这个图标之后，可以找到它的 game controller settings， 在就是相关的属性 properties 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数值的一些信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那个 pin 8拉低了，所以我现在虽然有按 reset button，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反应。好，我现在重新把 pin 8拉高。好，然后他说从 log 里面看的话，它会 moving 这个 joystick and press buttons， 就是它会左右滑动那个摇杆以及模拟那个按钮按下去的情况。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 gamepad tester 这边。gamepad detected。我们可以再 reset 一次。这边检测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重复进行拔插以及拔高拉低的动作。如果实在是没有显示出来的话，第二个选项就是 forget 这个 device， 就是把它从已经连接过的蓝牙设备中遗忘掉，然后再重新连接。死还是没有捏。没有关系，如果是网页上 detect 不到的话，我们再去Control Panel 那边看一下。这边的话，搜索 devices， 那应该不是在这边搜。找到 device and printer， 然后找到阿米巴 BLE HID， 然后右键它的 property， 是右键 property， 让我看一下 game controller setting，
OK， 它目前还是作为 mouse 和 keyboard，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game controller 里面检测不到它，有可能是因为程式码没有招录成功，或者是在蓝牙的连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我们重新断开蓝牙的连接。Okay, 我们 remove， 我们把它移除。移除完了之后，因为这个 device 正在不断的，因为它在连接之后它才会停止 broadcasting，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设备连接它，所以它会不断的往外面 broadcasting。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偶尔会作为一个 device， 但是偶尔会作为 gamepad 的形式显示。所以我们现在连接它，连接它了之后log 里面应该是会 sorry， 我再按一下 reset button。重新再重置一下这个开发版。好，这边有显示 moving joystick and press button。重新刷新影院，看看有没有 detect 到。好像现在也不是一个作为 gamepad 来显示出来的东西。哦，但是网页上已经可以检测它的数值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已经给出了16个 button 以及10个 direction， 但是真正在跑的可能也只有这6个 axis。 刚刚有说是提供6个不同的坐标轴以及多少个 button。16个按钮和8个不同方向的那个摇杆的控制。Button 好像只有目前只有几个在 press， 但是坐标轴的话可以明显看出来是有6个。不过我好的，那目前到这边的话所有的 demo 应该就是做完了，就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我看一下那个聊天区，大家有聊一些什么？可以，骆驼有提供一个 GitHub 的链接。哦，那个链接是用硬体连线的方式把安卓手机的萤幕投到电脑上，然后可以直接用键盘跟滑鼠对它做操作。因为那些example 我还没有在 Android 上面跑过，所以就不来献丑。没有，就是我看一下这个 repository， 然后我来试一试。只是安装一个软件 对吗？手机上不用装软体，只需要电脑里面装就可以，因为它是直接走硬体的连线过去。对，因为我之前 有用过这个，觉得还不错用。PY 这个东西对吗？对，这个它里面有那个 Windows 的下载连接，在下面那个 Markdown 里面。过了，在上面，再往上。哎，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好的，谢谢。不会。好的，然后下一个是 Will HID 的 UID 是不是有一些会定死的吗？哈哈，我去查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说 UID 是自己决定的，每一台都不一样。BID 应该才是协会认证的。好，谢谢 Joe。但是Will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说实话。OK， 然后 Joe 有说。BLE 的耗电量，这是最重要的议题 ，power consumption。OK， 就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可以开麦来，就是 illustrate 一下。没有啊。那
那那个耗电量的话，您是觉得我们应该就是通过一些设备然后 measure 一下它在运行某些程式的过程中它的耗电量是多少？你是这个意思吗？那个 ELE 不是最 care 的就是它传输的功率啊。对，嗯，因为我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是我没有接电池啊，我是用 USB 供电，所以有可能。还有就是那个 power consumption 那个 transmit 的 power 传输功率可不可以调整？传输功率可不可以调整？好，谢谢，谢谢你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我会留给那个做 BLE 开发的那位工程师，然后他是下个星期四晚上会来讲，就是很仔细的来讲 BLE 的内容，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让他提前准备一下这些问题，然后再回答大家。除了 Joe 和 Will 提的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那什么时候 QC 可以过？什么？什么时候可以 release？ 什么时候可以 release 啊？我现在用的是 T04 对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release， 我记得他们现在是在还是在做8720的 QC 的部分，所以可能还是要等那边做完之后才可以全部 release。圣诞节，等一下，让我想想，之前说的可能是元旦之前吧，圣诞节之后的样子。BW16 那一颗可以用，没错吧？我记得上次好像有问过。对对，我现在能保证的就是 power safe 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然后 BW16 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来看一下哈。就它的 analog pin 不是完全都可以用的，有两颗是在用的过程中会有问题，因为那两颗是作为，对，这两颗就是1和2了 ，GPIOB 1和2，他们是作为 serial TX 和 RX。本来 ADC 我们是有三个的，分别是就是 GPIOB 1、B 2和 B 3，分别是 A0、A1 和 A 2，但是在就是 QC 的过程中，我们发现A0 A1 它的信息传输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掉，就是让它完全当 UART 而不是 analog， I mean 而不是 ADC。 这边就是所以它去的话没办法释放掉就对了，它一定会对 library 里面已经抓死了就。而且是跟硬件设计有关，它里面好像有 pull up register。 哦，不是，但是那个是因为这块板子啊 ，BWC 的这块板子，如果是那个半半板就没有这一颗嘛，但是它一样 zero one 这两个 pin 也是不能用的嘛。半半板我们手上没有，所以没有办法做测试。不是，你如果软体这边 library 这边没有强制说 zero one 一定拿去用的话，那应该是可以。那因为你说现在你们拿 BW16 这块，因为它后面被这个 serial port 这个 IC 吃掉了，所以是硬体不行。那如果你软体部分，如果你没有这一颗，你只是裸板，你那个8720的裸板，它裸板的状态下它是可以用的话。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就是半半板是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OK， 硬体不行是晶片不行还是这块板子不行啊？应该是这块板子上挂的，后面那个上拉吃掉了。干掉了。你是说上拉电阻啊？就是那个 BW16 这一块绿色这块板子啊，后面因为挂了一个那个 UART 的 IC 这个东西啊，所以被它吃掉的。对，就是 RX pin 其实做 ADC 还好，只是 TX pin 有一个，就是它在传输信息的时候必须要 pull up， 它好像是 default pull down， 然后它要开始传的会 pull up。然后那个部分的话它就是没有办法模拟一个正常的 ADC 引脚，所以我们就干脆把 UART 上面的 A0 A1 取消掉，只留了一个 analog pin， 但是如果是半半板的话应该还是有三个。 OK， 嗯， OK， 那还有别的问题吗？晶片哪家费不做的啊，好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太难了。
啊，真的、哦。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应该我关掉直播好吧。啊，哪家费做不能说，一般不会讲吧？哦，不一定吧。今天就先停掉，就是今天的活动就先分享到这，我先把直播关掉。好，怕爆，怕爆。